关公面前耍大刀啊！啊，这是假的，这些民宿里面假的。重点是他二楼还有这个电动麻将桌，可以玩半家家酒，晚上就在这边招菜喽。我要点餐的时候，隔壁跟我讲说不好吃，连阿公都摇头哎、欸。你不管，我都起来。哎、欸，啊，你叫谁？好吃吗？哎呦喂，你有没有洗脸啊？Hello， 欢迎来到 PY 日常，我是 PY。今天是大家久违的、大期待的家族旅游。这一次呢，我们家族旅游是要去宜兰3天2夜。那我想，应该就在民宿打麻将吧。主要这一次呢，要跟你们分享我要带去宜兰的保养品。然后我最近刚好很忙，大概有2-3个月没有做脸了。然后打雷射应该也是1年前的事情。但是我觉得我最近的肤况真的维持的蛮好的，我现在是刚洗完脸，全素颜的状态给大家看。除了这个就是前两天熬夜工作长出来的以外，我觉得其他的都不错哎，很平滑，没有什么颗粒感。这一次要带呢，就是我前阵子看到阿伦一直介绍，疯狂的介绍，疯狂的被烧到的松本绿番茄系列。又加上他9月呢回台湾，所以我们大概见了应该快5次面有。然后我就说你的皮肤越变越好，我来演示给大家看，有吗？皮肤变很好，对不对？他就是这样。所以我这个月呢非常非常认真的使用，然后所有朋友看到我的皮肤，连阿文他姐姐那天看到我皮肤都说，你皮肤用了什么？怎么那么好？所以呢，我这次就要带松本的保养品去宜兰玩。那我就赶快整装出发吧，现在已经剩20分钟了，赶快出门。嗨，哎，今天是大地色，阿妈也有这个咖啡色，哎呦，很潮哦。潮到出水哦。潭涌好大，潭涌好大哦。我们现在到了关西休息站哦，腰酸背痛，因为我们那台车呢，从我们国小到现在，然后现在纯洁还觉得我们是小孩子，我们就3个小孩挤在后面。我整个这样说起来，哎，对，那么胖，大哥那么宽，这一句成语派上用场了，我们真的是一波三折。因为刚刚我们跑到第二间的时候呢，我们另外一个阿姨跑错门了， oh no. 一波三折，我都起来了。哎，啊，你叫谁？他是卖温州馄饨，然后有一些炒饭。他们两个吃虾仁炒饭，我吃排骨饭。你们的好吃吗？瑞的好吃吗？还是现在吃就没见到。我来先。那饭好像没吃饭，你吃吃看，是我问题吗？但排骨很好吃，很酥脆的。真的啦，饭还没熟啊，这个还可以啊。美中不足，但是不要因为你那个饭，然后影响别人以后要来吃，对不对？但说明他饭一直都这样啊。自己评估。我们到民宿了，这一次住这间就想住这，还蛮新的感觉耶。而且旁边都是落雨松。你好，你好。喵喵喵，大家好，我是喵喵。大家好，我是旺旺。刚刚已经进去看了一下我们的民宿。大漂亮，我们现在一进来呢，就是有一个玄关，拖鞋都放在这边，上面还有洞穴，超酷的。然后进来就是丛林风，客厅超级大，进来又是一个森林的感觉。那里还有沙子，那里还有泳池，哇，不知道一个晚上多少钱哦。我们等着付钱。重点是，这间民宿里面竟然还有电梯，很适合长辈的。上面都是草，而且这个厨房中岛超级大。现在还有小孩子玩的游戏区，哎，超扯的，可以玩半家家酒，晚上就在这边炒菜喽。然后厨房中岛这边呢，还有一台电视，还有游泳池，而且是自己的，但它水深只有60公分而已。然后这边有那个小朋友玩的沙坑区，而且它器材都给的很足耶。他们这边还有烤肉区，不额外收费，只是食材呢你要自己带，或者是跟他们配合的烤肉食材厂商可以跟他们讲。这一个晚上到底多少钱啊？哇哦，满满的，还有鸡蛋，还有这些饮料都可以喝，好赞哦。这边调味料有油啊、胡椒、盐巴都有，连玫瑰盐，下面的泡面也全部都可以吃，赞赞赞。这样一个晚上多少钱啊？还好啊，他几个人？
上去看他的房间，然后刚刚阿姨跟我讲说，这边是一个晚上36,000，有18个床位，所以一个人大概是2000块左右。我们上次那个破破烂烂的那个，我们上次那个就是比较平庸一点点，大概是一个人1000左右，我记得。1200。然后现在这边一个人2000，我觉得等级差非常多。重点是它二楼还有这个电动麻将桌，哎，变得有点美式的感觉。刚才下面是丛林风，而且重点是它这里还有一个 Marshall 的音响，哎。夏威夷风，有一个阳伞，然后云朵灯。二楼呢有3间房间，这一间绿绿的，它这里还有一个游戏区，哎，而且是床，哎，而且我觉得它打造的非常的用心，就是它所有的色系都很一致。这间厕所更大了，而且还有双连蓬头，是要两个人一起洗澡。小朋友哦，很适合小朋友来的哦。赞哎！我觉得民宿开箱就可以拍一集了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跳床？跳床的呀。这太夸张了吧！我们现在来到了三楼的第一间房间，而且有楼中楼，哎，啊，断掉了！你太胖了，你太胖了！你要掉到一楼去了。哇，这是一个蜂巢的感觉吗？鸟巢。哦，好酷哦！毕业旅行来这里感觉很开心。欢迎光临，欢迎来到我家。买那么好的？对啊，住宿费3万。哦哦，不要砸到人啊！你关公面前耍大刀啊？这是奖啊！关公面前耍奖啊！啊，小心不要饿。很帅哦！双刀哦！哎，谁喷到我了？你怎么坐起来那么不舒服的感觉？麻烦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啦，上去啦，上去啦，还没拍好了。一、二、三、耶！不要说愿不愿意，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。爱一个人，希望他过更好。打从心里暖暖的，你比自己更重要。现在我们要去雅琪，你手机要带吗？哦，这个不要。好行，就跟上次一样啦。一半的人在民宿打麻将，一半的人出去逛夜市买回来给他们吃。我们到了罗东夜市了，去年还是去年？去年有来过。吃的那个蓝什么东西鸡排那个？那是台东啊，八七哦。啊，那个嘞？台东蓝蜻蜓哦。对啦，你叫啥？那吉娃娃好肿哦。就我们，我们要点餐的时候，隔壁跟我讲说不好吃。问一下，不好吃吗？你说，我要真不好吃，还是都不好吃？啊，我们要离开是吧？连阿公都摇头，哎，连阿公阿嬷都，他很热心，难怪空位那么多。我们这样听懂别人的意见是好的吗？因为每个人口味其实不一样。对啊，好笑。我们来宜兰吃台中霸丸。Sorry。刚刚跟我们讲说不好吃的那一个先生呢，走过去跟我笑一下，一副是他跟我讲说，你们做了对的选择。终于脱离了。吃东西啊？对啊，几点了还在吃啊？几点了还在吃东西？7:35。我们回到民宿了，买很多粮食回来给他们吃。波斯吧，波斯，好吃吗？不好，不好吃还吃？那你还吃？我喜欢吃不好吃的东西。忙着快乐吗？这感动从彼此过程到处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到现在。现在已经是
晚上十二点了，然后要上去洗澡休息了。弟弟小姐，怎么穿睡衣的弟弟小姐啊？哎呦，哎呦，怎么这样啊？你看，告诉你们哦，要打麻将。好巧！我现在准备洗澡，然后才发现它的肥皂竟然是用欧舒丹的耶！哇！我现在刚洗完澡，要迅速来保养。接下来呢，就教大家怎么用松粉的产品。第一个步骤呢，就是用这个绿番茄的去角质棉片，它很贴心的是盖子上面呢会附这个小夹子，所以你这样夹起来就可以了，避免你手湿湿或是不干净。我自己有一个发现，就是我不管脸洗的再干净，用这个棉片擦，还是会发现它黄黄脏脏的。然后大家要注意的是，它这个棉片呢有分两面，一个是这种花纹格的比较粗糙的，一个是比较平面的。花纹的这一格呢，就是拿来擦拭脸的，就是算一种去角质。另外一面比较平滑的呢，就可以拿来湿敷，就直接这样敷在脸上，非常方便。欸，你这样路径。对啊，能大路径呢，很好笑。可以啊，没关系，你不要吵就好了。你在忙什么？你到底在忙什么？我现在已经擦完了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我刚刚洗脸洗了两次，还是有点黄黄脏脏，这样看可能不清楚。我拿新的给你们看，新的那么白、欸。那、啊、我这个怎么擦到这么黄？有没有，这里就是黄黄脏脏的。然后我自己脸擦一擦之后，我会顺带到脖子，尤其是耳后这边比较少人会注意到。而且我刚已经洗脸，对，好恶。而且他们是有专利成分的绿番茄，可以帮助紧致毛孔。像我自己大概用了一个月下来，我真的觉得我的毛孔有变比较细致的感觉。还有比较温和的第三代果酸，可以帮助去角质跟控油的成分。以前我对于去角质的定义就是用泥膜啊，或是用那种有颗粒状的，然后一周可能一两次。但对我这种敏感肌还有容易长痘痘，就是肤况比较不稳定的，真的不太建议。所以很推荐你们可以试试看用棉片来去角质，尤其是像我一样的皮肤，完全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。而且像我刚才擦完，我的脸就有一点光泽了，而且不会有紧绷感。可以把你刚刚洗脸没有洗掉的脏污再做一次清洁。紧接着就要擦这一罐绿番茄安瓶。那大家看这样，可能会想说，感觉很厚重。不会，它擦上去完全轻薄，而且吸收速度非常的快。然后大家保养呢，一定要记得保养到脖子，一定要让它吸收，吸收非常快速，而且擦完呢，可以马上感觉到皮肤有保湿的感觉，亮亮的。它可以有效收缩松弛的毛孔，像我是鼻翼跟两颊这边非常容易出油，就是早上起床是可以煎蛋的那一种嘛，所以自然这边的毛孔就会比较大，因为你出油量大就会把毛孔撑大，然后如果你又没有做好清洁的话，毛孔就会越来越大。它除了紧致毛孔成分，还有美白跟三重锁水成分，可以增加毛细孔周围的胶原蛋白，就是可以让你的毛孔恢复弹性，长期使用下来的皮肤真的会变亮，因为我刚刚这样擦完，不会有黏腻感，但又感觉到非常的保湿。还要看清楚，素颜呢？素颜呢？撇掉这两颗痘痘以外，素颜呢？素颜呢？同时呢，又有镇静的效果，因为我只要擦到不 OK 的产品，我脸就立马舒起来，鼻翼这边会刺刺的感觉。而且我跟大家说，光这一罐绿番茄安瓶就在韩国销量破250万，然后在 Olivia 也得第一名的冠军毛孔安瓶。非常厉害耶！绿番茄系列除了有这个安瓶跟去角质棉片之外，他们也有出大罐的化妆水 ，CP 值非常的高。如果你不赶时间或是喜欢湿敷的人，你就可以在家里用化妆棉，然后湿敷整张脸，效果非常好。不得不说，绿番茄应该是我近期使用到非常有感的产品，尤其是用开价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专柜的感受，赞赞赞！如果你是皮肤非常干的，你也可以在后续加一些乳霜之类的产品，然后等一下呢，纯洁跟小明哥他们洗完澡，我要叫他们试用看看。现在纯洁已经洗完澡，我现在要突袭他素颜的纯洁。站住！不要动！有地雷！要给你试用，我最近用到一个非常喜欢的绿番茄。这不是都红的吗？你有没有看到阿伦一直介绍就是这个？我有看到前一阵介绍那个很多帮你。对，番茄不是都是红的吗？笑死！在韩国非常流行这种去角质棉片，来，去角质棉在这里就可以湿敷，然后出格纹了，出格纹就可以拿来擦脸，然后这个擦完之后，你的脸还会有黑黑的，假的？会
品。哎呦，哎呦喂呀、啊，真的还是有点脏。哎呀，我有没有啦，这个就是皮肤老废角质，有的时候洗脸洗不掉。然后它里面的成分也有温和的去角质作用。它看起来很丑，但是它非常的好吸收。小姐，柜台结账。这样就柜台结账、嗯。你不是要买十组？我买啊，按你付钱。哎、啊，怎么被诈骗的感觉？慢慢你就会习惯了。啊，习惯了。不会紧绷，不会黏腻，但是又有保湿的感觉。好啊、看一下你的皮肤，亮亮的。重点是摸完不会就是油油的。这里很亮。睡觉，拜拜。现在瑞也洗完澡了，然后他跟我说他妈的保养品在哪里，所以我给你使用我们最新的绿番茄。这傅林简直比我还要老呢。他几岁呢？你比我小十岁，看起来比我大十岁啊。什么意思的事情、啊、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你有没有洗脸啊？有啊。老天鹅啊，这罐拿回去用啊。这边有黑黑的。有没有可能是平常洗脸洗一洗，可是它可以洗更深？对，讲对了。还想说今天要早一点起来做早餐，就睡到中午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还没有洗脸素颜的状况。我真的觉得用绿番茄之后，我的出油状况变得很稳定。简简姐来做早餐啦，她就是蛋饼皮跟火腿肉是这边的，对不对？冰箱还有起司，蛋比人气死人，蛋饼比蛋饼气死蛋饼。餐厅老板娘。哎哎哎！是，我啦我。吓到我嘞！我会对准再按呐、啊，我只是先。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？吃完早餐之后呢，我就上来洗个脸，然后准备整妆。再出发，然后这支影片呢，应该就到这边。后续如果我们有去宜兰的其他行程的话，再拍另外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。然后我真的觉得，如果你们可以约到很多家人朋友一起来的话，蛮推荐这一间的。然后一个人就大概是2000块，厕所用欧舒丹的肥皂就已经非常浮夸了，一块肥皂500块。除了民宿推荐之外呢，也非常推荐你们可以用松本他们家的产品，使用一段时间，你们一定会非常有感觉。要注意的是，他们在台湾也有自己的官网，所以你们不要去其他平台乱下单，怕买到假货。当然呢 ，PY 的粉丝也有折扣啦，赞赞赞！只要下单输入折扣码 PXXY10， 就可以享有9折的优惠，非常非常的赞。如果任何想问的问题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如果我知道的话，我就尽量回复你们。那这一次的宜兰民宿开箱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喜欢的影片记得帮我按赞，还有记得追踪我的 IG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尼姑来了，什么尼姑色？尼姑色，嗨尼姑，它可以有效收缩，有效收缩。